真。萝莉智能遥控车是一款以动画片《过山车手萝莉》为原型开发的高端智能遥控玩具。现在，让我们见识一下萝莉智能遥控车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吧。除了可爱的外表和遥控玩具的基本功能以外，萝莉还具备强大的互动系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对它爱不释手。萝莉智能遥控车内部自带的信号发射器能够与用户的移动终端直接连接，所以无论在哪您都可以随时进行操控。用户还可以通过萝莉的眼睛进行影像同步接收，不仅如此，萝莉还具备了照相以及录像功能，所有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您记录那段美好而又珍贵的瞬间。忙于奔波的你是否时常想念家人？有了我们的朋友萝莉，这些将不再是问题。乔队啊，功能强大的萝莉智能遥控车还拥有远程操控及夜视功能，不仅能够接收影音，还可以传送用户的声音与家人进行互动。因为萝莉，我们与家人是如此亲近。只为更美好的生活，萝莉智能遥控车。